他连命都不顾了。在铁时空，中义能行者成功逼退火焰使者几年后，魔界之王迪阿布罗魔尊率领群魔开始侵袭精灵铜铁四时空。铁时空盟主九五失踪，东城卫的修到金时空，请汪大东来铁时空拯救受伤的夏天。 连命都不顾了，我还可以的。你这样回不去金时空了，回去干嘛？时空有难，我只能守旧旁观。是吗？你跟夏天在同一个时空里，反而会互相牵制。夏天恢复了，你的战力就消失。我希望你先回金时空，至少现在金时空是安全的，魔的力量是被压制。 我们可以去同时空，去银时空啊，克菲的脊在同一个时空啊。你的健康是我的幸福啊。我不是这个意思，但好像也差不多。这次战役非同小可，如果我没有什么意外的话，至少还有你们，所以一定要替我们好好保重，好好照顾自己，可以吗？ 好吧，那我就来替你祷告了。你们铁时空是不是都这样？平安顺利，乌拉巴哈。一切都是顺利的，加油。 想到这一场正义方与魔界之王迪阿布罗魔尊率领的群魔大战，亦打数年，至今仍未结束。迪阿布罗魔尊，来了！你把夏天还回来，夏天。 只要我对你好，你就会忘掉夏天那个笨蛋马博。夏天，夏天可以出来啦！夏天，夏天。Bad boy， 这样子好吗？嗯，你朋友 ，Music， 我是郭磊。 那是爱的鼓励，是吗？太久没回来铁时空了，怎么会变得这么 boring？好帅啊！苍穹，不行，不行，你救苍穹，不要！喂！ 你到底是谁啊？既然这个时空还有人不认识我，苍穹救我，夏天，不自量力。苍穹，你要我吗？我很好。苍穹，有胆子。 你放开，苍穹！放开！啊！去！鬼龙。没错，正是我。怎么了？好久不见。夏天。 老妈子，Long time no see， 保养不错嘛。不过现在是冬天，怎么没有夏天呢？<笑>
你不是被夏天他死人老爸的老爸叶家那个老魔头在极阴之日带走了吗？怎么还会出现在这里？你这个老家伙，看看你多日不见，还像这个老骚。我鬼龙好不容易出来亮相，没有人列队欢迎我，也没有爬虾勾勒，偏偏是你们这些老面孔死样子，真是非常 boring 啊！鬼龙，夏天他到底怎么了？你快点说好不好？夫人尊重我一下，我的电力可是比夏天那个家伙高出几十万瓦。夏天，夏天可以出来啦！夏天，夏天，爸，你那个特级风龙贴的制造日期是？这个又不会过期。是蛮危险的啦，什么不会过期？可是夏天已经不会回来了。不可能！你把夏天还回来。只要我对你好，你就会忘掉夏天那个笨蛋吗？我会。熊哥，喊你滚！啊！姐姐，我不想再大肚子了，老命好重，熊哥救命啊！不能再差不多了，你动作出来过大人，你很嚣张哦。老头子，一点都不痛。我已经不想跟你们浪费时间，因为我是 party animal， 只想 party time。我相信你们宿舍那些小鬼头应该会很想跟我 party 吧。玩家分食物了，痛嘞！果然你们这些异能行者的异能会封闭了。Funny， 一起来，福瑞食物了。我跟你讲哦，现在铁时空的异能行者哈，就跟剑灵一样，到处都有人想要抓我们。你不想被抓的话，最好低调安分一点。低调安分，不是我鬼龙 style。又动了你，拜托不要动，给点面子啦。